别担心，头发长起来很快的。没事的。要动手术了。当初看妈妈动手术时剃发，我非常非常难过。幸好现在我动手术，家阳不会看见。我知道，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经历生死关头是多么无助和痛苦。我承受过的这种煎熬，不会让你去饱受折磨。何况，我有50%的几率会手术失败，躺在那张冰冷的手术台上不再醒来。没有人愿意死，可我必须面对死亡的恐惧。这种恐惧让你感觉沉浸在黑暗中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光明。你越爱那个人，越在乎，越会被无边无尽的黑暗包裹、窒息。程家阳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阳光的你。我要我爱的人永远活在阳光下，不要因为我让你的世界有阴影。我宁愿你误会，哪怕你误会我不爱我了，误会你对我不重要了，误会什么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开心。家阳，你现在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？希望我只是你人生中一段插曲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的小哥哥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你就当是睡一觉，睡醒了睁开眼，你的病就好了。Commence。等一下，佳明，你说，等一下，如果手术失败了，你不要有负担啊，我谁也不怪。不过你得帮我完成几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告诉妈妈，让她照顾好自己，还有，永远不要告诉佳阳，我还爱他。这些话等你好了以后亲自跟他们说去。我知道进行手术全身麻醉我会渐渐失去知觉，生死关头有人说会看到一片黑暗或者一道白光，我希望看到我最想见到的人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佳阳站在翻译台上做主翻，佳阳神采飞扬，翻译得特别精准，赢得在场所有人的称赞。瑞士发言人的翻译临时有事儿，你就是顶替他的，你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压力很大。李雷，相信我，我能做到。这个任务一下来，我就知道只有你程佳阳能做得起来。除了田主任，我们这一批你的专业是最强的。不，专业再强也避免不了犯错误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吴明、杨燕，一会儿我做交船准备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能帮我。好，你愿意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好好配合。只要简单的快乐，不管是对错的选择，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。梦是黑抱着我紧紧相拥着沉默，梦是黑看着我一句热淡就足够。Mais avant de terminer, monsieur, choisissez-moi. Nous tenons à remercier particulièrement mon interprète, monsieur Chang Jiayang. Monsieur Chang, je voudrais vous rendre hommage. Mon interprète prévu a été absent à cause d'un empêchement de dernière minute. C'est l'excellente prestation de monsieur Chang qui a permis au forum de se dérouler avec autant de succès. Merci de tout cœur à notre interprète, monsieur Chang Jiayang.Merci, c'est un grand honneur pour moi, Monsieur le Président. I think that we all would like to hear your translation of the compliment, Mr. Chong. Thank you very much.
飞，你一定会没事，你一定会醒过来。后来我听说那个手术做了7个小时，在那7个小时里，我真的做梦看见了嘉阳在翻译，我好像还听到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小飞，你快醒过来吧，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说。手术非常成功，我就知道上天不会轻易的把天使一般的你夺走，但我知道等你醒来，这样和你独处的机会又会被夺走了。记得的我都记得，程嘉阳，程嘉阳，中文的程嘉阳，法文的程嘉阳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我最爱的人。我要好好修养，然后回国请求你的原谅。嘉阳，原谅我。怎么了？嘉阳，我可能永远都不能比婚纱了吧？小花，别这么想。我知道你在骗我。Thank you.
笑一下呗，小飞，你越来越瘦了。都好，都不用减肥了。你快被风吹走了都。纱了吗？温小姐，您看，您选的这些都是露后背的，要不您试一下保守型的。佳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后背的疤是不是很难看？没关系，你穿这一身婚纱非常好看，对吧？非常美。嗯。